我去拿了点鸡米花。全军出击！猴哥，我们就是你的朋友。可以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以后打广告的时候能不能别说卡了？氛围能不能好一点？就这么渴望在虚，不要那么反骨好不好？不要老这么叛逆。谢谢凯哥，是我凯姑，是我紧还是蠢驴紧的飞机儿？谢谢。干哈呀你？咋的呀你？你是觉得我狗头人好欺负是吗？个老破鱿鱼还敢欺负我？别人欺负欺负我也就算了，你个小破鱿鱼还要欺负我？你咋的呀？哎呦我操，五六个呀！哇！这是在干什么？哎呀我的妈呀兄弟，你咋你不往塔下跑，那我这是哪呀？就这种螳螂我都实在是我都不想理，智力太低。我他妈死这儿了，他告诉我你不往塔下跑，你他妈离我十万八千里呢，我往哪里边跑啊？我直接就跟塔下，他不死直接就死了吗？你说这他妈的，哎我操，他智力太低。
没办法，兄弟。他们的本部是为了在一个傻瓜的天空。智力底下是这样的。脑袋不好使，能不能不要来玩游戏？不知道啊，咱也不知道啊。每天都得来那么几个人。你看那把那机器人，W 不到我，有蓝，哎呀，有蓝，我不知道他 W 多少蓝。W 抬手必中，我知道抬手必中，我只是在想他 W 到底蓝是多少，刚才我看的只有39，我想了一下可能是要50，所以我先不交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说什么？操！抠没抠出来？两波死了就很难打了，慢慢抠吧。
有跳弹吧？啥情况？一进来就看猴哥在这挨打。那猴哥不能挨打是这意思吗？学习。对，为啥呀？因为我是神吗？那你都说对了，我还能说啥？这家这一天天嘴这个硬。怎么就拿观众撒气了呢？你不是你不好说话呀？关键呀，给我进来个人说啥意思啊？一进来就看着猴哥在挨打，不是你要你想说啥呀？你想说啥？是猴哥不能挨打呀，还是咋回事？这不是拿观众撒不撒气的问题，这是你说话像不像人的问题呀？我说怎么的？那我是神吗？哎呀，你对呀，你是神，你干啥呢？说啥呢？为啥我是神呢？
直接退游戏，这还玩啥？退游戏可能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只有一个底线，就是不能退游戏。你就当它不存在就行。这不找他收了，找他收了干啥呀？哎，找什么地儿吧？这都智力都低成这样了，你说你还跟他一般见识干啥？无所谓的。收了我又能得到什么？你说。我们今天队友全是精神病，偶尔有一两个比较正常。点背呗，那怎么着？毕竟玩游戏这么多人呢。你看他玩的多开心。谢谢猴哥，别生气了的比翼双飞，谢谢。
将意即是脆弱，所有东西都将化为哎，那你为什么打青铜呢？不打就不会遇到，你就开始扯段位的问题了，兄弟。这跟段位没有关系，什么人就是什么人。我打的高分一样挂机，有什么用啊？上来死一把直接挂机，骂开骂。你又不是没见过，你可能没见过，你肯定没见过。你要是见过，你就不能这么说。你这跟什么分段没有关系，就是智力低下。螳螂这种人应该治一下，你就应该就啥游戏都别让他玩，啥他也别让他玩就完事儿了。玩什么游戏？直接给他关起来，让他永远上不了网，憋死他。我现在智力低下，还是没什么后果，你知道吗？好好玩，那你就别玩。他们的奔波是为了在一个傻瓜的天地中立生。这推面推的也这么慢，妈25分钟推不下来。浪费我的时间。